要要熄手機喎，又要。唔緊要 ，OK， 有啲噪音好。準備，嗱，細記仔之歌，細記仔之歌。前讀聖方濟，翻學懶過鬼，冇功課交都當係冇問題，仲走去 Mary No 溝女仔。我其實就唔算係曳，只不過久不久就出下位。Brother Vincent 都話我冇問題，仲俾我讀夠個六年制，即係留個班。不經不覺都要畢業。Hong Kong Junior 罰到我位，出到社會揾食，先知道制嘅教育嘅寶貴。出到社會揾食，先知道制嘅教育嘅寶貴。後來做行選制，都包着四處去威。阿媽話：你咪亂嚟，快啲揾翻個好女仔。佢話男兒又唔娶妻，啲錢係會亂咁使。我聽阿媽話，放暑翻嚟做個孝順仔，快快脆脆就上咗岸，揾工兼揾女仔。而我咁鬼醒目。好快就有人肯制，细仔咁醒目，好快就有人肯制。呢个女仔就好三体，好介意我系个穷鬼。得佢话初哥啊，你当弊，我有咗你个仔。阿妈就赞我叻仔，我就冇眼睇。揾得咁少錢，點養活一家幾個大細？四處拼搏就去揾食，日夜就去諗計。而我咁鬼醒目，好快就諗出咗個大計。細仔咁醒目，諗出咗個大計，終於揾到個師兄弟。佢揸住架寶馬仔，我話師兄啊，你咁鬼掂，帶協下你個師弟。佢話佢公司就咁啱有個位，可以幫我就諗下計。一傾即掂 ，call 你都冇問題，冇幾耐仲做埋老細。不經不覺餐揾餐食，終於就有啲家底。以我咁鬼醒目，你應該諗下禮賓府個單位。做人要唔怕蝕底，咁先至有得揮。普選特首，我會出嚟，高差你睇住你個位。制記仔就同你有得揮，我哋制記仔就永遠好得勢。説到底，我。今日是2009年1月2日，好多謝高 Sir。